36道八卦阵，上帝在宇宙中摆下了36道八卦阵，这36道八卦阵与36维空间相互对应，我们人类就在上帝布下的一个阵中。36道八卦阵的前18阵是情阵、轮阵、玉阵、属阵、心阵、智阵、时间阵、思维阵、空间阵、结构阵、命阵、引力阵、性阵、惰余阵、定数阵、本能阵、生死阵、智慧阵。从人间去天堂，从人变成仙佛，那是一套严密的科学程序，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侥幸。守株待兔，还有那么亿万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性，但要去天堂。靠侥幸，连亿万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。36道八卦阵，我们必须一个阵一个阵的走出来。只要还有一个阵没有走出来，绝对去不了天堂。